乡亚乡，老夫人，在我今日接当公平，是秋香夫人，你去去些真罪带回府去。是冬香老夫人，你去顾条传来遵你尔等才是为等候，切莫当朝闻门请进。是是唐伯父的故里，那我们回国来遇到唐伯父呢？哎呀，我也不认识他，是何知晓？哟，你再多大的事，看他的娃，应该知晓吧？你快说，哎呀，你快说呀！快说呀！奉听了爷，那唐大才子中了奸冤，也许他临在公明举官去了啊。那就见不得我的梦中情深了。莫为他好年华，给找个伴侣了。世界在他，知音少哦。什么世界在他，知音少？分明是你居高自傲，挑花了眼。据我所知，一年的才男之女，所以超载都有两，别的不提，但是你那表妹，风月难把。对你一往情深，有出身名门，知足的你，知龙兄，这世纪之上，若你情爱之事，需两心相拥，灵犀相通，又是天地文化，发乎自尊。我那表妹虽是名门闺婿，风姿娇艳，可是我对她只有虽之情，却不暖女之意呀。你虽相亲。何况他已经嫁成了贵人，贵人不怕当官官，你就按自己的高人去去爱吧。我唐伯父纵管他遍天下，也要名也情头也要说女为妻，就不给他。好好好好，不讲了不讲了，你给我到行花园上，别和别谈。走走走走走走，师兄，我要进四方家。哎呀，去吧，师兄。好。
我到行花园上配好酒宴赠礼，不见不见不散。哎，不见不散，等你买单哦。自己
出来爬进的箱子呀，给死老子，给死！算了算了，我委屈西西是死了。Thank you.
老爷，谢老爷夫人请安。董香，苏东可曾来到？启禀老爷夫人，四皇官与外甥名叫康轩，正在举行知府命令，今家祭贫穷，今月满三为奴。老爷，你看，命王军领他来接。遵命。兄弟，快来！康轩。你接到了老爷要见我免死银子，不管谁问你身家多少，一口要就五十两。五十两，你要记着了，五五五五五五。哎，康秀，胃口多少？什么胃口呀？我与你无亲无故，无法你领金府，你们的卖身人的报酬，哎，这个四十九两。我好，哎，神的作用必搞好，我能通过九元的。现在王太师车上都有了钱，我等这是讥讽于他，他对我早就挖很狠心。今日今日他的府邸岂不是去后养吗？更何况万一那表妹问你了、哎、老兄，哎，见过老爷夫人。王君，我在你的孙儿向我什么生，为何来到这里？哎呀，怎样？哎，老爷夫人呐！真是不知天高地远。想着他们这些钱这些大娃倒也情有可原。对对对对，小小年纪休要狂妄。是康轩，我也叫你买进府来，这一主动你可愿意？愿意愿意呀、啊、你的身家要多少银子、啊、小子你身家嘛要五两银子。够了，既然如此，王军啊，在，因为你领他去张宝领去，是，哎，五两就五两，得一股死一股。去嘛！哎呀，老爷夫人呐、啊，小生家境贫寒，至今房里娶妻，这五两银子嘛。
恩老爷，你要做他的保人，才了差错，那你是分啊？按照王府的规矩，你要叫保宁失良，应得失了失良。老爷，今年康秀恩在此写下满身气呀，也好看看他的文马伺候。正好我意，皇军。好在第一是后，是死死死死我失良名字买来的小祖宗。老爷，你看这个康轩，我怎会心大不放？这段堂前战法，却陷入他家不安，此后就在唐伯虎之下。哼，苦恼那唐伯虎，老夫都是太监他，怎奈他不知冷静，反而嘲笑于我。至今得此良策，我们要用心接待于他，将来天与那唐伯虎逼苦到底。老爷，我看人康秀恩这一疏通有些缺德，不是给主盘道，你看是何啊？嗯，康秀恩，老爷，看你们嘛培育功底，你以为他公子最盘道，你要用心帮他读书。多谢老爷夫人，请从我这一份之内。皇军在，唤他公子与少夫人。是，命秋香到茶来。是，秋香。看样子你是看歪了吧？哎呦，看歪了，看歪了哦！哎呀呀，我那是看盲的，看哟哦！
乖。投诉心自私，快去上街见过。
回去有指引商量。弟子红，哎，如今也孤把他虚作了，万万不要来救我啊！表兄，一娃你得着讲了吧？我那好心的表妹。Thank you.
就是王府的丫鬟，名唤秋香。秋香，你丫鬟，哎，一个四黑镇的婢女，我还以为表兄不娶个天上的凤凰，也要娶个三清宫的龙女，要不准。怎么能遇到那大辈子想陪你表妹当得不你好大的胆子你明知道我那工地对你所有记恨藏着路料吗叫做把好事不准反遭祸祸不行你都想过了雨为了秋香也辜负的虚度了你要知道失去心爱之人我也难以忘命啊想不到你也是个自信之人我还以为你的心不是牛上去你各位是你千万不可以忘记你也太小看人了是稍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嘛？这下子不晓得我稍小不努力嘛？其他兄弟顶住了，老大徒伤悲嘛？其他哥快乐，我们今日不用功，女姑好的呀，啥都不缺，女姑好娘，吃香喝辣，没问题，是不是啊？嘿嘿嘿嘿嘿。矿泉过来矿啊你挖的是什么呀桃花根我没挖的这是桃花根呀好我出个场面花根根花花根花呆忙了完去去去吧花根根花花根花，哎呀，真笨！滚滚，花根根花，花根花，青娘娘亲，青娘亲，哈哈哈哈哈哈！他奶奶的！
哥哥对联可否把俺刘家说得过你要不中啊鱼该吃醋啦七姐，侬今朝那个走出房间，到五个小房间里来啦？中了方夫人之命，来接新来的康先生母嘛？哎，怎么侬可以进到来？哎哎哎哎哎哎！大公子，你这样动手动脚的，像个什么样子？七姐。我还真的听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呀，你去！
之事，不曾越过这条线。好，要不我退家受罪。不要去修。哎，我的亲戚呀，妹妹呀。原来他的是烦闷嘞。
是一场茶，一场事，一场恨，嘟嘟囔囔囔囔嘟嘟，真是一股。哎呀，苦。这就好，这就好了啊！哎呦呦呦呦呦呦！桃花定妆，也放泪扫。
你不在四方用功，在这里做生意，只许你来，不许我来的。你乖乖在这，尽做不管好事。哦，跟娃子过娘子来的了。我听不到你，你老婆，老婆子。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过来，哎，你过来，哎呀，小婊子，大爷饶不过你，哎呦，结果那几位娘来了，气死我了，啊，我不是你弄的，真的不是我弄的，嗯，我是大肚子塞死的。哪个会是小婊子啦？你问我家，你问家，像灵犀相通，天地文化，不负此作。好了好了，快回书房吧。哎呀，谁把院门锁上了？院门锁上了。就在他们上，是秋香妹妹让我到这里来的。你，小康兄，你可把我害苦了。Thank you.
你。
恩怕明年怎地念难在安里，到那时你害了我，我也害了你，是事与愿违，何苦不要放尿，那他不过于我们家儿媳。
戏，你是青梅竹马的姑兄表妹哟。哎呀呀，他是真有此事，那万夫的体面就要丧尽了啊！这，我听到他老爷你吧，老爷，老爷，禀老爷，门外又有职称是这次三弟要拜见老爷，这是人上。那这是塞内子唐伯虎的好友，嗯，正好娘他来辩证，有请做太子是，有请做太子。王大人，请。敬仰朱太子大名，今日相见，真是令人高兴呐！王大人啊，小生有一好友，他软色中，听说王大人今日买了一个书童。可有此事？倒有如其事。不过一个小小之童，怎会是你堂堂大太子的好友呢？王大人啊，你有所不知，我这位朋友生性放荡，今日装道士，明日当和尚，真真假假以此为乐，怎么令老大人也上了他的当喽？此正是假，你们一见便知。王君在，唤你外甥来见。是。外甥，外甥，快来。进宫华大人。哈哈，你娘我走得好苦啊，我的堂面的。你堂不苦啊。怎么养了啊，小生康轩思念他的很呐、啊。康轩啊，做这事，这唐伯虎也得我辞职啊。唐伯虎，他死了。哎呀，哎呀，我的唐炎帝呀，你死得好惨哟！他是怎么死的呀？那是落水而死。临死他还踢了我一脚。哎呀呀呀呀，苦心呀，是苦心。是啊，宁愿他骄傲不虚，才落此下场。这个人自由的不跟朋友，死好了不见不散，甚至不知而别。死了，你让他死吧。哎呀，你怎么不听那唐伯虎去死你？哎呀，我的堂兄啊，唐炎帝呀！啊，朱太子，这康轩又是何等样子？王大人啊，你这位书童可不是平凡之辈，他也是一位才子呢。他也是一位才子。事情讲了，也不是四大才子了。而是五大才子，第一唐伯虎，第二许正清，第三任正明，第四嘛，不得也免去叫才子，这第五嘛就是康轩，康大才子。老夫怎么迷人而闻呢、啊？那是一位文坛新星呀。啊，不敬，不
这大方喜爱之娃，今日相见这才难得。我父亲康大才子走我啊一步，也是好心。老爷都要试试你的才用，是不得呀？哎，应该应该。这才是你怕了，怕了，怕了，只是要上前吹凉，去香，毕竟是后是。左兄。去相，你要好好伺候了。
语，一万庭上众一腿，秋月永永造法子，相映袅袅草惊魂。原来是一首唱对诗，我爱曲仙。妙啊！你们东去弄檀香，你简直是道不虎在世啊！我家眼里所有三把虎之称呐，这可一家乱真呀、啊！哎、一家乱真呐、啊！那唐伯虎中啊，子女三岁，后人见他往后去封、啊。不成不成，唐伯虎说话三。岁子女没有挖过曲风，四季四季，哎呀，兄，你这小弟是为了红事啊！我乃是为眼前的婚姻大事而来呀！这个唐太师的移动真是那家名门不屈，不慌不忙，上帝寻道旨意，才是这，这才是好。老夫有一事，不是当讲不当讲。华大人，请讲。老夫的部下归个子女父亲病弱，不及地主，就请康太师任意挑选一可以之人，就为康爷让我那宠儿被太子为之，却拒我父，不是康太师一向之后。哎啊，是不得，是什么是的，是不得、啊。今天你的听为兄弟，王大人，就请你把府中所有美女都找来，让康爷的挑选。好，上次在桃花亭，就请康太子亲点花果。哎，老夫这就吩咐。好好好好好，走兄，走兄。我只要秋香一人，你找了这许多美女有何用啊？我的唐嫣的呀，你怎么也糊涂起来了？你就把我那个当场点去。哎呀，哈哈哈哈哈哈！不可以，不可以，谁都可以点，就是不能点我个秋香。都在呀。侬都掏了八个老子嘞，许不许我掏两个啊？嘿，你没有取向，我就不去吧，这件事不要活了。父神，军娘去向到后花厅，是后父无成，是。说来是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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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我叫陈菊，陈启成，番菊的心。请问这是芳龄啊？你怎么不走？女大三出金砖，女大去送彩色，大气色嘛，是到心头暖的。你自己取消。
正在赴死。哦，我晓得的，你丢了我个五马。滚！王大人，依你看，他点的是哪个？是秋香。正是秋香。华大人，这你就不懂了。世界之上，若你情爱之事是两心相拥、灵犀相通，又是天地文化发乎时传。为业之子，为业之子啊！从今以后，秋香就是我的女婿，康乃子就是华府的贵婿。来呀，华灯结彩，茶盘酒宴，为康乃子举饮茶礼，且慢。多谢华大人美意，二位多谢华大人美意，我唐伯父让华大人息怒，唐伯父临行之前成了华大人一副嘴脸，请华大人滚开。六太子迎新喜，太子终于报捷效。